我哋今次嘅主題咧，講到點樣同神有一個密切嘅關係，同埋咧係點樣有聖靈嘅恩膏，更強烈嘅聖靈恩膏。我哋當我哋有神嘅強烈嘅聖靈恩膏嘅時候咧，侍奉係好唔同嘅。咁我哋即係其實我都去過好多地方咧，我亦都睇到一樣嘢好明顯嘅。嗰啲渴慕嘅人咧，好多地方佢就好容易經歷聖靈，但係嗰啲唔係咁渴慕咧，係困難嘅。但係喺當我哋有強烈聖靈恩膏嘅時候，有時有啲冇咁渴慕咧都可以經歷，同埋嗰啲經歷嗰啲亦都更強嘅經歷。譬如今次有兩個姊妹，佢係經歷好大嘅喜樂啊！即係佢真係佢睇到佢個反應咧，真係好強烈。佢一路喊叫 Jesus Lord, Jesus Master， 一路話啊神啊，我將我生命俾你，因為佢咧好感動啊，即係神咁真實臨到佢身上。咁我即係睇到我都覺得好好嘅。咁我上一次嘅時候咧，亦都有一次聚會咧，其實不同嘅地方我都會見到，有時有啲人咧，佢哋就喺聚會裏面咧祈禱，就即時有邪靈趕出嚟。咁亦都我哋有時有啲人揾我哋啊，都能夠將佢裏面嘅邪靈趕出嚟。我希望大家深信咧，我哋都可以有神呢個能力。我哋想有呢個神嘅同在嘅能力，好重要，好重要乜嘢咧？就係我哋諗到耶穌嘅好啊！嗱，我其實之前兩堂已經講咗神點樣美好，各方面好多美好嘅地方嘅。咁但係我而家我簡略咁樣將啲意念講出嚟，其中一個意念咧就係呢個圖啦。嗱，如果人有一個男女朋友好好嘅，佢會好興奮嘅，即係有一個人樣樣條件好，而對佢好好咧，佢會好興奮。而我哋嘅神咧，真係對我哋好到不得了。而佢好過世界上任何嘅人，咁當我哋咁諗嘅時候，我哋應該話心裏面咧好歡喜神。但我發覺咧，人好多時咧理智上知道歡喜神，但係佢日常生活又唔記得曬嘅咯。譬如啱啱我講我啊有兩個姊妹經歷好大嘅喜樂，我就話你繼續祈禱啦，繼續祈禱保持呢個喜樂。咁佢又保持一陣，一間佢又好似冇咗嘅咯，一間佢又諗緊第二樣嘢。即是話能夠時時同神有呢種好密切嘅關係，神啊，我諗到你就歡喜你，我諗到你就感激你，我諗到你就想同你一齊，即係唔係淨係為咗恩膏嘅緣故，而係歡喜同神一齊。當我可以嘅時候咧，我有時去短宣有個好處喎，就係當我唔係即係成時常去服侍嘅時候咧，有時我可能一日幾個鐘頭祈禱喎，咁啊點解我會祈禱咁耐都唔悶咧？同埋我會專注咁長嘅時間咧？就因為我一路都時時喺度諗神幾咁美好，我心裏面一路感激神，神幾咁美好，咁我就係享受神嘅個心態，就一路享受神。神啊，你真係好啦，感謝讚美。當我越係咁投入嘅時候咧，神嘅同在係越強喺我身上喎。即係話咧，有啲人就覺得哇，好似好悶。曾經有人同我講，佢話好似百無聊賴咁啊，你咁祈禱，即係好似。佢好似要揾一啲嘢要講，如果淨係咁樣愛慕神咧，覺得好虛幻啊！但係呢個就係我哋同神呢種嘅關係，但係亦都好多人係覺得好難做嘅。但係如果你嘅心裏面覺得神真係好到不得了，因為喺我心中咧，我睇到乜嘢我都諗到神嘅美好，我睇到創造萬物我又覺得神美好，我睇到神做嘅食物我又覺得神好好，去到。今次啱去到 Botswana 有啲雀仔，不過我冇機會影到。有啲黃色嘅雀仔，好少見到黃色嘅雀仔嘅，好靚啊！不過冇時間去影。咁我又覺得好靚嘅，即係呢啲都係神所創造好特別嘅地嘅神嘅創造。我又睇得到咧，人嘅生命改變。當呢、那個女仔嗰兩個女仔經歷聖靈嘅喜樂嗰時咧，起初嗰時咧，佢哋睇到佢哋係有邪靈嘅，三個都有邪靈嘅。當佢釋放之後咧，哇！嗰種開心啊！即係開心到咧，喺個裏面流露出嗰種感激啊！一路係咁祈禱，一路感謝神。但係好多時咧，到咁上下又唔記得咗噶咯，就忘記咗啊！咁喺我腦裏面，我心裏面，我成日都話神真係好到不得了。第二就係我哋唔跟耶穌咧，我哋嘅生命一定有困難，同埋唔發揮到出嚟。而且人係咪淨係吃喝快樂、賺錢用錢？係咪我哋一生人就係咁咧？如果我哋淨係咁嘅時候，一切都過去。但如果我哋一生人所做出嚟嘅嘢都能夠影響好多人嘅，祝福好多人，同埋時時有神嘅喜悅咧，你成個生命係會提升嘅。其實我睇到好多地方需要神嘅祝福，
我都睇到香港好需要祝福，因為太多基督徒咧係滿足於一種，總之我翻教堂坐喺度聽下道，唔使喐嘅。咁我希望大家咧呢、這個心，我要喐嘅，我要我生命唔好嘥咗。嗱，你諗下啲時間嗱，當我啱講時間，我一講嘅時候，呢、這個時間嘅字已經過咗去咗咯，係咪？當你話啊，我哋要珍惜嘅時間，已經佢已經過咗喎，即係講完就已經去咗。咁你嗰啲時間點可以捉實呢？唯一嘅辦法咧就係話，我將我生命俾耶穌，我願意服侍主。當你願意去祝福人嘅時候，就算一個小子，你祝福一個兩個，其實我哋陸續有人揾我哋嘅，即係陸續有人揾我去請我哋幫佢。咁我希望大家唔好淨係嚟我得幫助，我釋放到啦，得啦咁。嗱，似乎係你嘅問題解決咗，但係咧。你的生命可以再提升的嘛，你可以再祝福更多人，那你的時間就捉實了，為什麼呢？在天堂捉實了，你為耶穌所做在天堂停留了，在你的奉獻也都在天堂停留了，在永遠跟隨著你。有很多人在一生人，如果想回我是耶穌做了多少事呢，好像不是很捉到很多樣東西，當然總會有的，如果你真愛主總會有的，但是似乎不多，你都不是有很大的影響力。但如果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，有這個心，神啊，我想珍惜我的生命，即是 我想說有個動力，第一就是神那麼好，第二我們的生命是很寶貴，我們只有一次捉實。當你時時都說神啊，我要捉實我的生命，我要發揮我的生命，我要將我的生命使用出來給更多人得到福氣，那個時候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，你就會有動力，我想有更有神的同在，更有神的同在去祝福更多人。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，因為呢我們只能夠活一次，我們、即其實很快脆被人要過去。我今次去短宣有一個經驗，就是我發現我身體有一樣的問題，我是立刻打電話給我的同學、醫生啦，我的我醫生就話：你要翻嚟我檢查先得，咁我就先，所以我今日翻嚟咧就即刻走咗去醫生嗰度啦，即刻就照咗超音波。我感謝神咯，個醫生同我見到啊，睇完之後佢話咧冇嘢噶啦，呢個係你一個其中你一個身體嘅毛病，不過又唔影響你嘅，你繼續落去得噶啦，即係佢唔變差又冇咩問題咁，冇危險性嘅。咁我又感謝神喎，即係其實我哋嘅生命都可以好脆弱。咁我而家感謝神，佢話冇問題嘅，呢個唔會有問題，已經好耐噶啦。即係呢個問題可能有成，即係可能有三年咁耐，但係又冇乜問題，我冇發展到，佢話冇事噶啦，唔使理嘅，冇乜危險性嘅。咁我感謝神咯，俾我有更長嘅時間。其實我哋個個都係噶，唔知道有咩事發生。咁我哋都為阿 Esther 祈禱啊，佢因為佢大家如果喺你有呢個門徒群，你就知道啦。佢都發出嚟請啲人為佢祈禱。佢係發現到有癌症，同埋咧嗰啲癌症都喺個骨嗰度影響佢腰骨。佢而家咧坐輪椅，所以咧佢用呢個微信啊，而家斷咗啦。用個微信咧就聽我哋講道同埋參加我哋嘅聚會，佢就嚟唔到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有時人個身體有毛病嘅時候咧，佢翻唔到轉頭。你可以坐低靜啦。即係我哋有嘅時間唔知有幾長，唔好等到你要開始病啦，咁我就切奉神。而係你而家當趁你年輕嘅時候，你年幼嘅時候，可以嘅時候你就去服侍主，因為你服侍主一定要操練，一定要訓練嘅。咁我亦都感謝神咯，由我開始去國家不同國家宣教，同到現在咧，我已經有更明清晰嘅方向。譬如我跟住下一個月咧，我去肯亞咧，係好明顯。我是跟他們說你找不同的教牧來，我是訓練教牧為主，因為以前多數一個教堂去幫他的教堂復興，但是所受訓練侍奉的人是人數不多的，但是我去、下一次去他們就是找了一班教牧來的，這個就是一個將來會興起他們給神使用的。咁呢一樣嘢，大家都可以有份你嘅禱告啦，你嘅奉獻啦，亦都將來咧，我哋有機會去到一啲你去得嘅宣教嘅地方，你都可以參與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即係我時時心裏面有幾個動力，神咁好，我成日都要回應佢，同埋好歡喜佢。咁
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嘅生命只有一次，而我哋祝福嗰啲人咧會存留永遠嘅嘅後果嘅，神會永遠祝福我哋嘅。咁咧今次咧都有兩個牧師咧，佢同我講，佢話咧好深刻印象咩咧？佢話葉牧師咧講嘅信息成日都講到神嘅，成日都講到神幾好，成日都講到同神嘅關係好自然嘅。咁呢樣嘢我希望大家都會成日諗到神咁好，我同佢有越嚟越親密關係，時時咧喺神嘅裏面，咁我哋咧整個生命就自然被提升嘅。求主祝福我哋。咁我哋今次咧繼續講係，即係我借先我所講嘅心態。神咁好，係咪好自然要回應佢啊？如果有個你有個好好嘅配偶，你會好歡喜。但神係比任何配偶更加好嘅，你就會飛跑去神嗰度。神啊，我俾你用，而每一步都可以嘅。咁另外有啲人咧就係怕。即係覺得自己做唔到嘅，覺得自己做唔到，但係咧，神係俾你聰明智慧，你肯嘅時候一定做得到。你由小開始，但係你做嘅時候，你唔好諗住我要做咩大嘢出嚟。如果你揾唔到算啦，有唔使一定要做咩大嘢出嚟嘅，你就係一個一個人幫就得噶啦。首先你自己被幫助，你留意你點樣被幫助，你點樣被釋放，你釋放之後你就可以幫助別人啦。OK， 好啦。我哋學習咧就係成日投入啊，即係成個人全心投入，好釋放地嘅，冇重擔，所有煩惱全部放低曬，同埋享受心態嘅，一路享受神。嗱，點樣能夠祈禱更長時間咧？點樣享受神咧？就係你喺度祈禱時感受到平安，你一路話神咧同我一齊，真係平安，真係舒服啦！多謝耶穌同我一齊，即係你一路諗住耶穌同你一齊，以致你有平安輕省咧，你就會享受喎。你享受咧，你就能夠更長時間禱告。但你享，你就唔係停留喺享受，你都會代禱嘅。你又會宣告神嘅恩典嘅禱告啦，即係話講出神嘅恩典，神一路愛我嘅，神祝福我哋嘅，然後我哋敬拜讚美愛慕神，然後咧就係代禱啦。有神嘅心，心裏面充滿神嘅火焰，喺個祈禱嘅時候，神啊憐憫呢國家，憐憫佢哋，復興佢哋，更新佢哋，讓佢哋唔好做一個唔好做爛惰基督徒。其實我啱去到咧，聽到咧就係 Botswana 咧，佢國家係有60%係基督徒，話係基督徒，但有好多係冇翻教堂，同埋有好多係喺佢哋講好多喺性嘅罪，即係好多喺淫亂啊各樣嘅問題裏面，其實有好多唔係真信耶穌嘅。咁呢個就係即係佢哋嘅嗰個問題。咁我哋真係咧去到可以幫助佢哋，咁我就去教導佢哋享受神啊，諗到神嘅恩典有佢。但係佢哋有啲都唔容易學嘅，因為佢哋唔係咁識得即時感謝神啊，唔係咁睇到神咁好啊。你哋心裏會覺得神好好咧，一種享受心啊，我要享受神，因為神嘅同在，自然你嘅人就會改變嘅。喺神嘅同在，你嘅人就會輕省啦，即係重擔就會釋放曬出嚟。自然你的生命就會提升，有神的強烈的同在，全心感激神和愛神，在即更盡量做什麼都一路想著耶穌。當你其實我們好幾個人是祈禱經歷過喜樂的，但回家又沒什麼，你學到怎樣呢？在我來講，其中一個享受就是我想起耶穌就有喜樂。所以我有時候我一路做事，我們女人我就在裏面，我唔使好大聲啦。我諗耶穌咧起身就已經係咁噶咯，即時有嘅，亦都係即係越親近神就越享受，同埋你感受到嗰啲平安啊，同埋能力。你當祈禱，成個人覺得有能力流過嘅，成日都一諗耶穌，成個人都即係神嘅能力就流過。咁你時時有呢個狀態咧，你就好容易享受神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咧。在家裡又時時多祈禱，然後回到來呢又投入祈禱，那你神的同在就會加強了。培養極度感激神的心態，即是時時都是有高度的感激，好感激神真的好了，一個高度的感激的，即好像這個女人為耶穌洗腳一樣，即你覺得她好像覺得耶穌的腳很香一樣的感覺，她抱著她的腳，即係呢個心態就耶穌咁好，我真係好想親近佢，好想親近佢。如果我哋有人救我哋命，我哋一定會好感激嘅。即係如果有人救我哋，一定會好感激。而我哋乜嘢都冇，但係神咧救我哋，我哋真係咧，即係咩而家乜嘢都有，我哋又冇可怕，
呢個我哋之前講過嘅。咁會唔會好感激神？即係我哋冇可夸，但係神都咁祝福我哋，同埋咁多禮物，日日俾我哋咁多禮物，俾我哋其實人嘅思想都係好特別嘅。人嘅思想能夠做到咁多嘢，呢個係神俾我哋好大恩典，又叫我哋成為尊貴嘅人。我哋會唔會好珍惜咧？同埋令我哋日日都開心，會唔會珍惜？即係神有啲乜嘢我哋都珍惜啊！又俾我哋咁多才幹，人有呢個能力可以學到好多嘢嘅。喺我後生嘅時候開始咧，我就學不同嘅嘢。我大學嗰陣時候學彈吉他啦，然後嗰時候咧就英文，即係喺學校嗰陣時咧，有老師教我點樣嗰啲英文講得更即係更接近外國人嘅口音啊。佢就教我模仿啊，即係聽到句説話你跟住佢講。咁然後到我後嚟侍奉嘅時候，我就學彈琴啦。咁啊，經歷聖年之後咧，就學習聖靈嘅運作啊，同埋講道嘅改變。呢都係我一步一步改變嘅，咁呢個都係希望大家都聽到，你都可以改變輔導啊，各方面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嘅。當你可以，你有其他時間可以一起參與我哋嘅侍奉咧，喺呢個呢個短宣群組咧，你就可以收到消息嘅。如果唔係，你自己教會都可以嘅，即係你有機會嘅話，因為有好多教會未必有機會有呢啲嘅侍奉，咁但係你有其他侍奉都可以㗎，你一樣專心去做，一樣係神喜悅嘅。咁我哋就求神俾我哋各方面嘅恩賜都使用出嚟。如果有人俾你大屋同埋需要一切，你會好感激佢。而神係真係供應我哋需要，為我哋開路，同埋天上永遠嘅天上永遠嘅房屋，同埋神咧會為我哋保值啊，同埋升值啊，我哋嘅錢財。同埋耶穌不斷服侍我哋，咁我哋會唔會好感激神？我都願意服侍人咧。同埋神會提升我哋嘅生命到高峰啊！你可以被提升嘅，去到一個高峰嘅狀態。你可唔可以即係會唔會神啊？我願意提升，我唔好成日即係有啲人成日都停留喺一個被人幫好慘嘅狀態，成日都好軟弱。我哋一齊去宣告好唔好啊？你諗下自己嘅狀況，你可唔可以提升啊？神啊，我的生命可以俾你提升噶，我可以去到一个更高嘅状况，我可以更大嘅发挥嘅，我唔好停留喺呢一个状况，我可以更加进步嘅。哈利路亚！嗱，我自己都系咁噶，我自己系神啊，你提升我去更高嘅状况。同埋咧，神系好容易接近，呢一点系好紧要，即系佢系好容易接近，只要你悔改、信靠佢、跟从佢，佢就一定接纳你，佢唔会拒绝你嘅。咁所以你就話神啊，你一定接納我，一定咧揾你，你一定會幫我哋嘅。嗱，呢幾種親近神嘅禱告嚇，我再簡單咁講講，就係呢個享受神恩典嘅祈禱啦，宣告神愛緊我嘅，神祝福我嘅呢種嘅祈禱。第二咧就係做緊呢個都係第一，就係要享受神嘅心態嚟到時時咧宣告神咧係愛緊我哋嘅，然後咧就敬拜讚美神啦，然後咧醫治釋放嘅禱告啊。當你想到誰人傷害你，你一路體恤他，其實他都受過很多人傷害，其實他很慘的，你體恤他，你就為他祝福饒恕他，那你就釋放了那些傷害。你自己受傷害，你又憐恤自己，我受了傷害，但是神愛我的，神會醫治我的憂傷的，我憂傷不要緊的，你日日都這樣宣告和接受神的醫治，你是可以越來越鬆的，所有人的傷害都不用放在心上的。同埋我哋嘅靈與神嘅靈合一嘅禱告，我哋嘅靈同神，即係好似咧祈禱嗰時同神合一，哈利路亞，成個心靈咧同神合一，同埋咧係有用神嘅心意嚟代禱啦，即係好似神咁咁熱切，好想香港復興，好想不同嘅地方復興，神啊賜俾我哋火熱嘅心，關心你嘅天國，而啊天國係復興嘅，咁而。用長時間嗱，起初企喺度比較容易，因為你要感覺到聖靈嘅搖動。嗰啲慢慢咧，你就坐又得，但都有段時間企係比較好嘅。我都係覺得企喺度咧係感受嗰個能力更加強嘅。咁你企得太耐，你可以坐或者跪。咁我哋有不同嘅方法感受到神嘅同在咧，係更加鼓勵你停留更加長嘅時間，因為你喺祈禱嗰時候你會感受到啊。好啦，咁聖靈恩膏，恩膏喺聖經裏面有咩意思咧？喺使徒行傳十章38節，一齊讀下。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都拿撒勒人耶穌，
這都是你們知道的。他周遊四方行善事，醫好犯病、魔鬼壓制的人，因為神與他同在。咁咧呢度係講到咧，就係神咧用聖靈同埋能力兩樣嘢高佢，以致咧佢能夠周圍咧去醫好被魔鬼壓制嘅人。咁呢度就係話用聖靈同埋能力高佢啊。咁所以呢度咧就係講到呢個恩高啦，就話將聖靈同埋能力降喺佢身上，降喺佢身上亦都可以降喺我哋嘅身上嘅。而賽書內一章一到三節呢個都係我哋常用嘅經文啊。主耶穌嘅靈喺我身上，因為耶穌用高高我，就叫我傳好信息俾謙卑嘅人，又差我醫好傷心嘅人，報告被掳嘅，咩被捆綁嘅人都可以得釋放，安慰悲哀嘅人，同埋喜樂又代替悲哀，都係講到呢個恩高喺我身上，耶穌用高高我，叫我有呢個能力。即係聖經咧講到就係、是、呢、这個恩高就係神嘅同在帶嚟嘅祝福，賜福我哋能夠。去祝福別人，亦都我哋祝福自己，我哋自己得到醫治釋放，亦都能夠祝福別人嘅，呢、这個就係聖靈恩膏。強烈嘅聖靈恩膏有咩幫助呢？幫助我哋容易得釋放啦，自己得釋放，自己好容易釋放。有啲咩煩惱好快釋放。咁如果你發覺，咦好難釋放喎，你就停留喺神嘅同在。你發覺你讚美神一段長時間，你個心咧就會容易鬆嘅。同埋更容易為人做釋放醫治嘅禱告啦，更加容易興起人嘅靈命，即係為人禱告佢嘅靈命興起。譬如我今次去到有啲人咧，佢哋經歷聖靈咧，我就鼓勵佢哋改變。咁其中有一個女人咧，之前上一次喺度嘅個牧師都話佢好大改變，因為佢之前好多憤怒啊，好多不饒恕。但係咧，自從上一次教導之後咧，佢就之後咧個人咧就鬆好多啦，鬆好多咧個牧師都講得出佢嘅分別出嚟。咁即係能夠興起人嘅靈命啦，同埋咧更加容易帶領人信耶穌啦，因為佢哋可以經歷到神嘅同在，同埋隨時隨地幫助人。有咩問題，即刻為佢祈禱，即刻幫助佢，亦都輔導佢，同埋咧更高嘅程度發揮生命。聖靈恩膏係會令到幫助人係容易好多嘅。所以我經歷聖靈之後，唔想再喺唔開放聖靈嘅教會侍奉，因為我發覺行唔到啊。即係因為聖經講到有兩樣嘅武器，一個就係神嘅話語，一個就係聖靈嘅工作。咁而聖靈工作就係神自己工作，神嘅話語就係神嘅話語啦。但好多人只係用神嘅話語，而且用嘅時候咧係一個知識嘅層面啊。所以改變人嘅程度係唔係好大？神嘅話語係有改變人嘅能力，但的而且確見到好多教會，好多人聽到聽好多年啦，佢冇乜能力行到出嚟啊。所以咧，佢自己行下咧，佢都軟弱咗。但係當佢經歷到聖靈咧，佢知道神咁真，同埋為人祈禱，神啲人真係改變咧，佢會更加熱切，就可以提升啦。你第一步，你哋就係服侍互相服侍祈禱。第二步咧，你出去參與我哋嘅短宣，為啲人祈禱。咁你慢慢發覺，咦，你可以啦。咁咧，跟住咧就係訓練講道啦。咁呢個禮拜咧，我就會訓練啊 ，Forward 咧。講道嘅，佢有呢個心想訓學習講道，咁有邊個有心咧，又可以一齊去訓練，咁啊，但係主要時間係俾佢嘅，咁其他亦都可以去一齊學習操練，點樣講得更加好？當你講得更加好嘅時候咧，你越嚟越提升嘅，每一個人都係一步步提升嘅，你都可以，你唔好以為你唔得，你係可以得嘅，你係可以被提升，唔係個個都會講道，不過個個都可以輔導，一步步嘅提升嘅。恩高用時方恨少啊！呢、这個書道用時方恨少，但係咧恩高雖少仍要用啊！即係因為呢句説話中國人都常用啊。書道用時方恨少，即係用嗰陣時咧發覺識嘅書少啦。恩高用時哇，其極土都經歷唔到聖靈。我曾經試過一次咁嘅經歷，有一個恩高好強嘅牧師。我就喺佢嘅聚會，因為佢又好識我嘅，佢都即係佢接受我喺佢嘅聚會為一啲人祈禱。咁我就有一個人我帶嚟，我就為佢祈禱。咁然後佢跟住行過嚟喎，即係佢嗰陣時其實唔係聚會時間嚟嘅。我就話不如你請你為佢祈禱啦。當我一祈禱啊，好明顯睇到分別嘅。佢喺佢身上聖靈嘅恩膏係好強，即時嗰個人經歷係非常強烈嘅。咁當然唔係淨係經歷強烈人就會改變，都係要需要各方面嘅教導嘅。
聖經強烈聖靈恩膏的例子呢，就是撒母耳記上那一班的先知門徒呢，他們在撒母耳記上十章五節一起讀下，此後你到神的山，在那裡有非利士人的防兵，你到了城的時候，必遇見一班先知從丘壇下來，前面有鼓瑟的、擊鼓的、吹笛的、彈琴的，他們都受感說話，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，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，你要變為新人，這兆頭臨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時而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這個經文所講就是講到掃羅他受高作王的時候，撒母耳就叫他找一班先知門徒，這班先知門徒其實就是掃羅的撒母耳的學生來的。那班人就長時間一路吹笛彈琴，一路奏音樂，就應該在敬拜，即是他用長的時間，一班這樣的先知門徒一路長時間一路敬拜神。那他就說耶和華的靈一定大大感動你，去到的時候他就跟他一起受感說話，你就要變為新人，他就要即是去到那個地方就會變為新人了。這個兆頭臨到你，你就要趁時而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神與你同在，其實聖經有講到很多地方講到神與你同在的，但這裡講到有不同，就是一去到真的感覺到的分別。那他有什麼原因呢？就是這班人用長時間親近神，他就會有神強烈的同在。這個就是即是說強烈恩膏的不同。所以神的同在我會說有幾種，一種就是神無所不在，另一種就是信主的人有神的同在，第三種就是聖靈恩膏強烈的人一起禱告長時間就會有神的同在。那你們想有這個神的同在，就需要你日日用長時間跟神一起，那將來我們一起祈禱就會很不同的。我曾經試過有些聖靈恩膏訓練，我試過我形容一個情景給大家聽。咁有一班人咧，其實就係陳玉珍牧師，有中間你都可能有啲人啊，佢都嚟過嘅。佢就喺佢教會咧，佢就俾我做一段時間嘅聖靈恩膏聚會。咁佢有幾個人係特別強嘅。咁我有一次咧，我就同一個人咧，我就示範，我話聖靈嘅恩膏喺你周圍感受到嘅。我就有另一個人又係好強經歷聖靈，我哋兩個一齊禱告。然後跟住佢哋有一個好強烈經歷聖靈嘅，我就叫佢行過嚟。不過他又跑過來，一跑過來咧，有一樣好特別的事發生。他一跑過來，成個人反彈喎，即係佢嚟到我哋中間嘅時候咧，覺得一種能力啊，跟住成個人反彈向後跌咗喺地上。就係佢感受到喺我哋中間祈禱嗰時咧，有聖靈嘅能力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會渴慕有神嘅強烈同在，以致咧為啲人祈禱嘅時候咧，今次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同一個人祈禱，我話嗱，我示範一次俾你睇下，我未同你按手之前，你留意有咩分別，然後跟住我按手，咁佢都覺得咧，我未按手，佢已經感覺一種能力圍住佢，臨到佢身上推動佢嘅，咁呢個都係神嘅同在喺我哋周圍啊！希望大家會渴慕我哋帶住神嘅能力去祝福別人。咁呢度咧係即係先個經文繼續嘅。一起讀下，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，神就賜他一個新心。當日這一切兆頭都應驗了。掃羅到了那山，有一班先知遇見他，神的靈大大感動他，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。咁咧，佢當掃羅聽即係離開撒母耳咧，即刻佢都未去嗰班先知門徒，佢就神就俾佢個新心喎。即係撒母耳同佢講完嘢，佢就即刻變咗一個新嘅心。咁然後咧，去到個山上嘅時候咧，遇見佢嘅神嘅靈就大大感動佢，就喺佢哋當中受感説話。我係好想能夠建立一群咁嘅弟兄姊妹，帶住聖靈恩膏嘅弟兄姊妹，帶住神嘅能力去祝福別人嘅弟兄姊妹，係帶嚟呢個世代嘅復興更新啊！咁呢個下一個經文咧就係撒母耳記上十九章二十節咧，就講到掃羅咧嗱，佢經歷聖靈，但佢又唔聽話，結果咧佢咧就離開咗神嘅。他就去追殺大衛，但他追殺大衛的時候呢，他聽到大衛在那班人中間，他就差派僕人去，但那些僕人一去到撒母耳記上十九章二十節開始呢，去到呢他又受感說話回來又捉不到大衛，跟住呢他再差派兩個僕人一樣，而最後呢掃羅自己去到的時候亦都是他自己又受感說話，結果就捉不到回來。其實大衛受他影響呢，受撒母耳影響，在這一段經文我們看到大衛就是跟掃羅
同撒母耳一段長嘅時間一齊祈禱啊！所以在大衛的詩篇我們看到很多親近神，同埋大衛的帳幕就是一個24小時敬拜讚美親近神的神的同在啊！嗱，有時有些人咧，佢都用很長時間敬拜讚美，但我覺得加上個靈的開放，加上靈的開放是很不同的。加上即係話，有些人可以唱歌一路唱，但是咧個靈的開放的時候，一路唱的時候，個心喺個心湧出嚟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係一路係由個靈發出咧，而你能夠一齊咁樣做，一班人咁樣做嘅時候咧，神嘅同在就會喺我哋當中就加強嘅。咁我希望大家都喺屋企時時用詩歌，一啲投入嘅詩歌，唔係淨係用悟性嘅詩歌，用一啲靈裏投入嘅詩歌，讓你個整個心靈去愛慕神。咁神嘅同在喺你身上咧就加強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你為人祈禱咧，你一行埋你已經會感覺到神嘅同在嘅能力嘅。之前我有一次去宣教，都有個影片係咁嘅，我就請一個人出嚟示範。我話邊一個願意出嚟祈禱啊？當佢出嚟嘅時候咧，佢係即時咧，佢又經歷喜樂，跟住就喊，好大嘅感動就喺即係咁多人面前咧，就係、是、即時喺神嘅同在可以人咁樣經歷嘅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渴慕能夠有神嘅咁強烈嘅同在。而初期教會佢哋都係好大嘅能力啊！使徒行傳4:31，一齊讀啊！禱告完了，聚會地方震動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放膽講論神的道。他們就個個放膽，震動完之後咧，唔係停咗度，個個就走出去就放膽講道啦。我哋都需要有呢個膽量啊，去放膽講道。今次我去遠宣，次次我有飛機嘅行程，同埋佢哋有時帶啲人嚟，我都向佢傳福音嘅，即係我都係爭取任何機會。認識接觸的人，我就向他傳福音。保羅在西拉在獄中祈禱的時候，那種神的同在就帶來什麼呢？監獄門就開了。有一天我們受逼迫，你在祈禱的時候，監獄門開了，你走了去，那些人都為何走了去，不見了人的呢？在《使徒行傳》16:25，我們不讀了，就是講到他們一路讚美神的時候，地大震動，忽然間監牢的地基就搖動，監門立即全開，眾囚犯的鎖鏈也都鬆開了。還有呢，《使徒行傳》5:12就是呢，主席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，他們都同心合意在所羅門的廊中和其餘一切的人一起，就說到信而歸主的人 越發增添。求主幫助我們，你相不相信這些可以在我們身上發生？希望大家恆久啊，即你來到不是只是學習，是恆久在神的同在，並且恆久運作出來，恆久運作出來，讓我們有神的同在去祝福這個世代，帶來這個世代的復興更新。雖然有很多很多的群體都是有經歷聖靈的，那我們的特色是什麼？我們很想祝福人，我們不是只想自己有，我們不是只保持我們的群體多大，而是我們去祝福人，我們去不同的教會，去不同的國家去祝福人。求神給我這個心，一個廣闊的心，廣闊的心將這個恩典帶去給不同的人。彼得他在街上走的時候，在使徒行傳5:15，他那些人指望彼得走過的時候，他影照到他身上，就有很多人帶病人和污鬼纏磨的，就都得了醫治了，即是說就在他周圍就已經得到醫治。在歷史上有些發生過，除了在聖經時代，有些的聚會在這個記載復興的時代，有些人的聚會在他周圍的地方的人都得到醫治，還有些人的車經過有受感動就走進來參加個聚會，即已經走進來就已經被聖靈感動了。譬如大家聽過這個Toronto Blessings， 就是在多倫多的這個祝福，在那時候他們說他們發出電郵，那些人收到電郵都會經歷聖靈充滿，都會充滿喜樂。而很緊要的一件事，怎樣保持這些聖靈恩膏的工作呢？就是要用出來，即有時有些人就喜歡去那個聚會，哇，個個經歷，個個經歷，經歷完就沒有下文。有些人定義什麼叫復興呢？在個聚會很多人跌倒，個個都跌倒，個個都很大感動，我就說開始出去跟著影響人。
咁大家都可能聽過有試過有聚會點啊？嗰啲人敬拜好投入，跟住嗰個祭壇咧，嗰、那個唔係祭壇，那個講台咧，講台咧，喺個屋裏面一個教堂裏面係冇打開，即係冇唔係露天噶嘛？知唔知邊度有個閃電一轟轟落嚟，成個講台裂開咗，咁咧就嗰、那個牧師被拋開成十尺，佢個個跌曬喺地下度，咁咧就個個都好大感動。呢個牧師都寫一本書嘅，係關於呢樣嘢嘅。我就唔記得個名，佢嚟過香港嘅，即係都係呢啲好強烈神嘅同在嘅情況。我希望大家聽到咧，就話神啊，我都好想進入呢種狀況，並且將呢樣嘢帶嚟俾周圍嘅人，並且用出嚟啊，最緊要用出嚟。同埋保羅佢身上嗰啲手巾啊、圍裙啊，放又攞喺佢身上攞出去戴，放喺病人身上就得。病得醫治了，惡鬼又出去了，使徒行傳19:11-12。咁我以前咧，我有一次搭地鐵嘅時候咧，我就喺度睇緊一本聖經咧，就係、是、有講啊語呢、這個普通話拼音嘅。就隔離一個人望住喎，望住本聖經，我就同佢講呢本咧係拼音聖經。跟住佢話我都係信耶穌嘅，佢係韓背喎。佢話我細嗰陣時咧就有呢個病。咁啊，好辛苦，辛苦，瞓喺牀好辛苦，因為個腰彎曬，好辛苦。咁嗰陣時咧，我陪你嚟，以前咧我陪你係有醫治嘅，但係後來咧，可能因為傳統教會隔離嘅，佢嘅聚會就唔再有醫治。咁佢就叫啲人咧，嗱，我實際唔知道佢個聚會有做幾多嘢，可能會即時有醫治。然後咧就叫啲人咧就攞啲手巾嚟，就拎翻屋企，佢由佢屋企人攞張手巾鋪喺佢身上，跟住鋪完咧。佢即刻好翻喎，即刻好舒服。點解知過咗三日到，有一個和尚嚟佢屋企，就同佢講：你咧要整嗰啲地主啊，整嗰啲咁樣嘅嗰啲拜偶像啊。佢一整完咧，佢個病又翻嚟。但係佢又當時又唔識得揾人為祈禱，因為其實喺嗰個時代咧，香港好少人經歷聖靈充滿嘅。咁佢又唔識得揾人，咁結果咧就佢係信耶穌，不過佢始終個病係跟住佢嘅。呢、这個都係一個經歷過葛培理有呢個醫治嘅，或者我哋上網可以揾翻一啲葛培理嗰啲即係網上嘅記錄啊。好啦，我哋點樣有強烈嘅聖靈恩膏咧？就係成日感恩愛慕神，享受神主你生命，即係長時間咩問題都要放低曬，咩煩惱放低曬，唔緊要嘅。人哋冤枉我有乜所謂啫？佢冤枉咪有佢冤枉都夠咯，我唔被冤枉咪得咯，係咪？佢排斥我唔緊要，佢排斥有佢排斥，但係我自己有我嘅位份，我有我嘅身份，佢排斥唔到我嘅。佢講傷害説話，任佢講，我唔會入個心。即係話嗰啲唔好嘅説話一埋嚟，我就係四兩射千斤啊！根本唔俾佢埋身。佢話你好咩？你咁渣噶？神係睇中我嘅，呢、這個上唔使上心，根本唔使去諗，而係咧，即係直情唔介意啊！而是成日專注在神的身上，時時享受神，就發現可以跟神很親密的，即是當你經歷聖靈發覺很親密，即是這個是你越親密就越容易。在我的經歷一想耶穌，我是感受幾樣東西，平安、輕省、舒服和被愛，整個人很冧咁樣嘅，成個人好似有樣嘢圍住，係由頭到腳圍住，係好好嘅。所以對我嚟講咧，祈禱咧可以好長時間冇所謂嘅，唔緊要嘅。我今次我都同嗰個牧師講，我話咧，因為我住喺佢屋企，我話咧你有事咧我就出嚟，冇事咧我就喺入邊噶啦。我就成日都祈禱，咁咧就即係我一啲都唔會覺得悶，我覺得係最高嘅享受嚟嘅，又同埋咧可以帶住神嘅能力祝福人。同埋時時感激神，同佢話好想同佢建立好深嘅關係，成日都話有神真係好啦，我好想同佢建立深嘅關係，同埋放下乜嘢嘅罪困難，咩難阻，乜嘢都唔好計較啦，係咁飛得噶，又乜所謂？點解犯罪咧？點解俾人影響咧？犯罪又冇乜好處嘅，係只有帶嚟唔好嘅啫，咩都唔計較啦，即係好似呢、這個應該係保羅西拉喺監獄裏面喺度唱歌啦。不計較貧窮、困難、受苦、貧窮、被委屈、誤會、人的問題、疾病、受逼迫、殉道，什麼都不怕，殉道都不怕，神會叫你這麼快殉道的。你真的殉道是福氣來的，因為你其實一個人受苦最多是
會受好耐嘅，即係 你如果係好大嘅折磨，你一日頂唔順啦，你已經咁，你係上天堂嘅。你咁諗咧，係一個安慰嚟喎。有啲人嚟講，哇，乜嘢安慰嚟嘅？即係話唔會太耐嘅。如果有一日你受逼迫係唔會太耐，你就會上天堂啦。咁即係唔會太耐，因為如果好辛苦，你嘅身體受唔住，同埋你可以求耶穌接你上天堂嘅，同埋你都可以求耶穌叫我呢一陣可以即刻行走。佢哋睇住我都捉我唔到嘅咁。即係你可以有呢個信心，有神蹟奇事，亦都有信心。就算我死又點呢？唔緊要嘅，同埋處理所有嘅問題，學耶穌嘅樣式，心裏柔和謙卑，好似耶穌咁樣嘅。同埋渴慕嚟到聖靈嚟到復興全地啊！聖靈降臨啦！聖經講咗聖靈降臨係咩？叫我哋得著能力。而馬可福音十六章咧就講到聖靈嘅能力，就叫我哋能夠奉耶穌名趕鬼、守望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若害了什么动物也不受害，这个可能将来受逼迫的时候真的要你饮那些毒物，你饮完奉耶稣的名神你叫这些毒物的害处拿走，叫我不至于死亡，即是神是可以给我们能力，而个目的是将福音传遍普天下，帮助我们将复兴带到全地。哈利路亚，你想不想呢？但很多人不行的，我真的连一个人都复兴不到，怎样行呢？你為人祈禱，你就開始發覺得㗎，同埋你開始學去操練輔導咧，你發覺係可以做得到嘅。當你親近神嘅時候咧，你投入釋放有享受嘅心態，為感激同愛神，唔好介意人點睇你。我哋嘅聚會啲人介意得太多，我有時去到有啲地方宣教嗱，我兩種見過，有啲人好介意，有啲人唔介意嘅。佢哋嗰啲地下污糟到不得了啊！佢喺地下碌嗰度，哇！直情係全部都係塵嚟嘅泥啊！喺地下度係咁喊啊、搲啊、笑啊，一啲都唔介意。咁你翻屋企咪最多洗一次咯，係咪啫？冇乜大問題嘅。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真係唔介意，好緊要唔介意。當你感受聖靈嘅時候，你成個人放鬆曬，俾聖靈湧入嚟。咁有啲人就會跌低啦，有啲人跌低你又唔好介意，你就由佢跌低。咁真係有啲人咧跌低，我見過有啲人即刻上天堂，唔係死嗰種喎，上天堂咧跟住又翻落嚟嗰種，即係靈魂上天堂。嗰陣時我牧師個女咧，佢本身都係，即係佢其實都有啲驕傲嘅，個人平時都覺得佢有啲驕傲，但係嗰次咧佢就初頭咧佢都係有啲唔係好開放咁樣嘅，咁咧就但係後來佢自己同自己講，點解唔開放咧？咁佢放鬆，一放鬆就跌一跌，一跌一跌下咧，佢就喺個地下度成個一兩個鐘頭。跟住後來佢就話：我就上天堂，就喺耶穌面前咧，耶穌就叫將佢心裏面啲污糟嘢攞曬出嚟，將佢釋放，咁咪就即係好大嘅改變咯。即係有感受聖靈嘅時候，由得聖靈做工，同埋越多為人禱告，你越有聖靈嘅能力，你要用嘅，因為你將福音傳遍普天下，耶穌就常與你們同在。你唔用咧，係用唔到嘅。譬如安卡羅嗰陣時，佢係為我祈禱嗰位。我每次問佢，我曾經有一次問佢點樣有聖靈恩膏，佢就話憐憫。你點樣祈禱又係話憐憫？咩問咩問題都係憐憫。咁你喺祈禱時一路神啊憐憫佢哋，憐憫佢哋，改變佢哋個心裏面有一種憐憫嘅心，憐憫呢個世代，恩待呢個世代。安卡羅為人祈禱真係好憐憫嘅，我未見過一個服侍者好似佢咁嘅。我見過佢喺譬如我哋會展啦，同埋有另外都有地方，咁我亦都喺第二國家見過佢做聚會。咁應該有一次係公開嘅。我發覺特色就係佢會一路做為每一個祈禱，直至到佢祈完曬為止嘅。嗰陣時喺會展，佢逐間房去嘅，一間房又入完啦，為嗰啲人祈禱，又去大家我自己行去喎。即係佢好有心去祝福所有周圍嘅人，就係佢為我一祈禱嘅時候，神嘅愛就湧流喺我裏面。我亦都睇住佢為一個女人祈禱，嗰、那個丈夫請佢為佢嗰個太太嘅眼咧，佢話有啲嘢。一同佢祈禱，哇！嗰、那個女一喊到咧，個口歪咗，咁咧，我嗰時一睇到又哇，即刻個女嘅愛咧湧流，我直情一路由頭到尾一路喊到落嚟啊！即係一路佢為咁多個祈禱，我都一路喊。佢有幾多個喊我唔知道，但係好明顯當時感受到係好強烈嘅愛。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好出名嘅恩膏服侍者，佢喺台上嘅時候，佢
叫啲人上嚟，嗰陣時叫啲牧師上嚟，我一上去又係咁啲好強烈嘅愛。咁我求主耶穌幫助我哋有呢種渴慕嘅心，即係唔好覺得夠啦夠啦，係咁噶啦，唔去得噶啦，即係冇得再去嘅，係可以再去嘅。你嘅侍奉係可以好唔同嘅。係點樣被聖靈充滿？我哋曾經講過嘅，咁樣一個提醒啦。第一就恨惡罪，離開罪，你喺罪中冇可能聖靈充滿。聖靈充滿唔係淨係一種經歷，係一個生命嚟嘅，同神嘅關係。咁第二咧就係愛聖經，有啲人有聖靈咧，佢就唔中意聖經喎。你第時先認啦。佢就即係佢咧係中意聖靈，唔中意聖經，呢個係唔啱嘅。中意聖經，聖經裏面好多教導，好多應許係好好嘅。我哋就成日捉實聖經所有嘅應許，聖經好多好好嘅應許，又背聖經你可以用得出嚟，就係信心啦。相信神成日同我一齊，成日愛我嘅，成日陪住我嘅，神好想使用我嘅，時時覺得神好近嘅，好容易達到嘅，神係唔難嘅。嗱，就算你犯咗罪，你只要真心悔改，神就接納你。你軟弱，你掹住耶穌，耶穌我好軟弱，我冇力，你掹住耶穌，你就會經歷神。其實嗰陣時，我喺曾經喺傳統教會咧，我經歷聖靈嘅時候，我喺傳統教會侍奉嘅，我亦都喺神學院教嘅。咁咧有啲喺傳統教會嘅人都講俾我聽，佢哋有啲經歷喎。即係我，因為我又好放膽，我為好多人祈禱嘅，直至我離開個傳統教會為止，我都佢哋都請我去，我都為佢哋按手祈禱。其中有一個姊妹佢同我講，佢話我自己屋企祈禱，我祈禱都會震喎。咁另外有一個啊，嗰、那個係其實咧就係、是。那個宗派的、那個領袖即叫做什麼呢，會長的媽咪她跟我說，她說你跟我祈禱覺得有能力，即是會長的媽咪覺得有能力。其實那個會長對我是很接納的，即是她知道真的 是好東西。她的媽咪都覺得很好的，她媽咪經常都帶我去哪裡講道啊，去為人祈禱啊，這樣即係好相信神，好中意我哋，唔難嘅。一齊講啊！神係唔難揾嘅，神係好容易親近嘅。神隨時想充，隨時想親近我哋嘅。神隨時想充滿我哋嘅，即係唔難嘅，同埋神係好中意我哋一齊嘅，同埋長時間用心靈啊，成個靈魂，全個心靈嚟到去愛慕神啦，就學習思想。整個思想完全認同曬聖經所有嘅嘢，神係最好嘅。喺我思想成日都得閒我就諗神噶咯，我見到乜嘢都諗神嘅。我見到啊啲動物啊，見到人啊，見到人嘅改變啊，我就會諗神。神真係好啦。我見到我哋啲衫嘅質地，我就多謝神。有啲有棉花，我有時見到嗰啲未必係棉花嘅，有時有啲嗰啲種子，因為有條毛咁樣會飛下飛下，咁係神啊，多謝你，你就創造啲。即係棉花，我諗都係咁嘅嘢㗎啦。所以我哋有三著，即係呢啲都係神嘅愛嚟嘅。喺我心裏面咧，好相信，思想完全相同，相信神係最好嘅。呢三樣嘢，思想一齊講啊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就係成個思想認同神係最好嘅。決意跟從神，嗱，其實決意跟從神，其實我哋中間嘅年齡咧，有啲年輕些少。不過我相信我哋中間多數嘅人都可能已經到人生嘅中間點左右嘅啦，已經差唔多嘅啦，有啲過咗嘅啦，已經可能唔知幾多歲啦。不過你當80歲咁啦，當80歲咁，你即係可能已經超過40歲嘅啦。咁你係咪繼續落去係咁樣樣做人就覺得滿意咧？咁我希望大家我決意跟從神，同埋同神有感情啦。呢樣嘢即係呢個感情係好緊要。咁我訓練人講到都講。試下多啲感情流露出嚟，好興奮，咁都神就興奮開心。但有啲人就因為可能封閉咗感情啊，好難放曬出嚟。咁你點樣學習呢？見到乜嘢多謝耶穌，神會做金屬，所以我哋有呢個金屬架。即係咩嘢你都睇到嘅，神做木，所以我哋有吉他嗰啲木，又有傢俬嘅木。即係乜嘢都諗到係神嘅愛，見到咁多美麗嘅花草樹木都係神嘅愛。個心就好中意神，我係好中意神，我諗到神咧，即係好似搭堂咁噶，所以我親近神，哈利路亞，就好享受，可以幾長時間都得嘅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學習到中意神咧，你就經歷聖靈就更加容易帶住神嘅恩膏。神知道嘅，你中意佢，佢一定知道，佢一定會祝福你嘅。同埋靈咧比較難啲定義咧，就係話
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姓名，詩篇103篇一節，凡在我裏面，所以整個靈魂，所以有時我叫你呼叫哈利路亞，你個靈呼叫出來哈利路亞。咁跟住今次經歷喜樂嗰兩個姊妹咧，我都同佢講啊，我話你試下叫啊，佢叫咧又係有喜樂出嚟嘅，你試下做啊，你女啊，感謝耶穌喺你裏面咧，亦都會有好容易個靈開放咧，神嘅喜樂就嚟，同埋啲重擔就釋放曬，我渴慕啦，願感動你嘅靈加倍感動我，唔好話我經歷過，時時都渴慕，我周時去到聚會有啲人啊，得噶啦，我祈個禱噶啦，得唔使噶啦。即係我希望個個都會渴慕，我都渴慕㗎，我係好渴慕，我好渴慕有更強烈嘅聖靈恩膏。其實我睇好多，有時睇書啦，同埋睇影片啦。其中一個人嘅影片你可以睇嘅就係 Sid Roth， S-I-D， 然後 R-O-T-H， 佢嘅節目叫 It's Supernatural， 係超自然嘅。佢有好多見證㗎，其中一個咧叫 Gary Oates，Gary G-A-R-Y， 然後咧 O-A-T-E-S。他在一次的聚會在巴西他在敬拜的時候神叫他除了鞋，因為他說這站是聖地，敬拜中間，他就除了鞋，跟著他的靈魂就飛出那個帳篷，一路飛上天，當然擔心又落回來，他一路有信心升上去，跟著他又見到天使，跟著他回來他就見到天使在那些人的後面，他就開始話啦，嗰啲企喺後面嗰啲咧，嗰啲得醫治，即係佢真係指住嗰個呢個神會醫治你，即係佢開始見到天使呢個人，你可以睇佢書啊 ，Gary Oates。咁如果你識英文咧，你上網睇呢個YouTube 啦 ，It's Supernatural， 可以見到好多。即係我希望你渴慕，渴慕你嘅生命俾神用，同埋咧大使命啦，你傳福音嘅時候，神就常與你同在。第七就係按手祈禱有幫助。你為人按手祈禱都有幫助喎，你為人按手祈禱，你自己聖靈恩膏都會加強，同埋處理生命。嗱，呢八樣嘢我哋再睇翻啊，我哋一齊讀一次嚇。第一，恨污罪，求主赦免離罪。第二，心愛相信同埋應用聖經。嗱，如果記得第一咧就係離罪啦，啊，第一離罪。第二咧就係聖經。第三咧信心。第四咧心靈。心靈用個心靈敬拜，長時間心靈敬拜，就係包括靈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同埋我哋嘅靈啦，又渴慕好渴慕神，同埋咧遵行大使命，神就同我哋一齊啦。按手祈禱係有幫助，同埋集體嘅祈禱有幫助，處理生命，處理生命中各樣嘅問題，咁呢啲係會幫助我哋，你就可以成為基督嘅精兵。你的生命以後就可以不同。有些人說我還在釋放，我未釋放完，你有信心很快釋放完，有信心我不讓你影響，我很快釋放完，神就可以大大祝福。